客人成日问我哋有冇啲项目咧系好近时啱，十零分钟到最好啦。啊，又最好咧就好容易去到啲旅游景点 icon 试验啊、萨帕塔线啊、等等等等。最好个项目咧，甚至就系地铁出口。啊，然之后就行几步就到，最好就出口位咧，仲有埋电梯添。啊，终于俾我揾到一个项目，非常之切合你哋要求，仲要系经济实惠、哦。现在哈利喺嘅项目咧就系 Quintara My Dan Pomlimit。咁呢个项目咧，距离 BTS Pomlimit 站咧只系仅仅几十步嘅距离，即系简单嚟讲系零距离啦。就喺 Pomlimit。BTS 二號出口咧，一落橋就到啦，係一個最新嘅流花項目嚟嘅。咁可能有啲朋友對 Pomlimit 呢個站名咧，可能唔係好認識，但其實呢個站咧，只係由 Icon 時坎咧落多兩個站就到啦。由呢個項目咧，坐 BTS 去時坎咧，大約只係需要17分鐘，而坐到去士隆實啦頂呢邊咧，大約只係需要12-13分鐘嘅啫。因為呢個項目咧，距離 BTS 係零距離啦，所以係交通非常之方便嘅。咁 Quintara My Dan Pomlimit 呢個項目咧，發展商係 Eastern Star 啦。咁 Eastern Star 其實之前已經出咗好多個嘅 Quintara 系列嘅項目啦。香港人較熟悉嘅咧就係 Quintara Sukhumvit 42喺 Ek 買嘅，另外喺 Onut 亦都有啊 Quintara Sukhumvit 52。咁喺 Pomlim 嘅有39啦，喺 V 亦都有 V 款嘅項目。其實 Eastern Star 呢間公司本身咧都係一間非常之老牌嘅發展公司嚟噶。佢除咗本身有呢一個嘅房地產嘅項目之外咧，佢自己亦都擁有自己嘅電視台 Channel 7咧，就係佢哋嘅家族電視台嚟啦。另外咧喺泰國好多嘅地方咧都經營緊娛樂事業，包括咗戲院同埋高爾夫球場等等，係一間非常之有實力嘅發展公司嚟嘅。今日我哋嚟呢一個項目咧，就睇睇佢嘅示範單位啦。咁示範單位嘅 layout 咧，實在就幾令人滿意嘅。不過最滿意咧都係價錢，以一個咁近，直頭喺市中心附近。咁近 Icon 時坎，咁近時隆，咁近時坎嘅項目，零距離咧，簡單嚟講，佢嘅價錢咧，只係僅僅係10萬铢多啲起嘅啫，係一個非常之相宜嘅價錢。項目咧會喺2025年尾，例如2026年到就收樓啦。咁到時 Quintara Pomlimit 咧，將會係 Quintara 第一個嘅 High Rise 項目。頭先講過好多次啦，位置非常之優越 ，BTS 零距離。項目的設計呢都是一個很現代很多元化的項目的。首先入口大門口的位置呢將會有6間自己的商店。簡單來說就是一個小型商場啦，是自己的項目的。大堂非常之得體。High Rise 的部分呢，因為它的位置是非常之近湄南河啦，所以向南的景觀是可以望到河景的。会所的配套非常完善， Lounge、Co-working Space、空中花园。另外一个很大的卖点，它是有一个天际的泳池，而这个天际泳池很漂亮。当然健身室的比例也非常大，也加多了很多的会所配套，包括了瑜伽室、游戏室，甚至奇艺室、卡拉 OK 房、Cool Kitchen 等等。这一些呢都是这个项目在很相宜的管理费之下可以提供给你的。到时你就可以约朋友回家，在会所甚至约埋厨师吃一餐好的，甚至在垂直烟花的时候呢看埋倒数添。平价钱，非常之近站，非常之咁近时坎，这样的项目希望你会积极考虑一下。Quintara My Dan Pomlimit。本集未完的，睇埋示范单位，先俾只两房靓迹嚟睇先。两房两厕，54平方，价钱非常之心动嘅。直接问我哋嗱，睇下个厅深度非常之够，阔度都够。中意佢嗰个落地玻璃嘅设计，其实偷咗鸡嘅，佢唔系完全落地，不过个视觉效果咧就非常之靓啦。不同的座向都有不同景观，向南有河景，向东就有烟花景啦。个厅都相当市井实用啦，两座位、三座位或者 L shape 的梳化都可以摆到的。睇睇个主人房。
方正的厅，一个感觉是落地玻璃的大窗，摆到大衣柜。洗手间真的要多加留意的，因为呢它是一个属于 senior family 的，除了有一个很阔落的企缸之外呢，亦都预备了这个 shower chair， 这个沐浴椅的，对长辈或者甚至有小心行动不方便的人来说呢，绝对是一个卖点来的。另外亦都有日本厕所送赠添。去睇埋客房啦，呢个系一个两房两厕嘅单位，虽然佢只系五廿几平啫。客房比主人房稍微细啲，但一样都系一个三边落地嘅双人床，其实严格嚟讲都系一个非常之大房，仍然可以摆到大衣柜。洗手间咧就将会同客厕 share 啦，一样浴屏之后咧一样有呢个 shower chair 嗱，所以话呢个项目系咪正先？介绍埋呢个 Quintara My Dan Pond Limit 嘅呢一只，我自己觉得咧系小资中嘅小资嘅 ，really good choice。因为呢个项目咧，你头先睇到咧得29个平方啫，呢个单位29个平方，但系佢有一间独立嘅一房喎，有个独立嘅一房，有自己嘅阳台，非常之阔落宽敞。呢、这个咁嘅 layout 咧，正所谓，因为你买29平方啫嘛，咁即系 budget 只系幾十萬啦，咁你幾十萬就可以有一個，即係香港我諗三四百尺都未必有一個咁嘅即嘅寬敞感喎。而且咧呢、這個好吸引嘅地方咧就係咩咧？呢一個嘅露台嘅 view 咧，如果你買啱坐向咧，其實甚至有機會係有煙花景、有河景嘅。好啦，嗱，最緊要睇埋個一房啊，塞亞河雖大，29平方咧，其實如果你個即係開得靚咧，房間一樣都要好寬敞，繼續都係三邊落地啦。而且咧，因為呢個項目咧，佢雖然唔係一個真正嘅落地玻璃，但佢嘅設計咧有一個落地玻璃嘅感覺。咁而且咧，佢係直接 connect 住露台嘅部分。咁你要呼吸也好，在那裡看風景跟著山窗睡覺都好，都是非常之舒適的。咁另外很重要呢，這個項目我為什麼說是很適合退休人士呢，就是因為洗手間了。看到了洗手間這個部分呢是有設計它自己的座椅的，咁已經是表現了。咁你知道啦，很多有一些的 occasion 啦，年輕年老都會需要啦，坐在那裡去做一些清洗工作呢其實都挺重要的。那這個項目呢考慮的細節都很仔細啦，而且最重要都是價錢經濟， BTS 零距離。這個項目叫什麼名字？ Quintara My Dan Pond Limit。